妈特别替阮安排饭店住宿券呢。你就好好啊，放轻松去佚佗一天。啊，我若无爽快，才打电话甲你讲。是嘞，即马饭店拢客满啊。你是不是惊我心情无好，伫个房间会想袂开？伊毋是一个人，阮娘想阿婆。你的传讯是何相？我即马连我哩足近的拢袂使啊。紫薇是上应该知影我犯病的人。讲清楚了后，至少伊唔免阁烦恼家己是怀疑当怀疑在，会当专心忘记我。阿姨是真心诚意想要跟你合作。搁再讲，你是阿曼达亲戚，若是跟我合作，条件一定是上好的。爱情上好是甲盛发集团还阁有大方营造保定好关系，唔通是因的相关企业，上好是因的竞争对手。我袂当爱你，你是违约红衫，唔是我的飞鸟。阿姨无法度回答。我是神仙，有 check in 啊，叫黄玉生，房号是815，应该就是这个啦。那是玉生的声呢。鬼玉，老公，我来瞧。关节出车祸啊！这是因为通知书，闭完时阵呢，你可能还少想看卖，讲准备爱放弃急救。我不要为什么停车？对不起，人是我，起码咱一命抵一命，甲我卖客气。这报应不应该发生在冠杰的身上，这是我的不对。小姐，是。